什么号都可以啊，只要你中。就像我现在打这个号，他星耀四，零分零基础，我靠！昨天打到现在啊、哦，昨天三点钟开始打的吧，打了两个小时，然后今天打一下已经快王者了，已经3000战力王者了，上了王者直接打巅峰赛，巅峰赛打到1800，估计就8000-9000分了。零基础号都是能打的，只要你抽中，无论多少钱抽中的是不需要加钱的，比如说你1块钱抽中的就直接打，不会说哎呀后续会不会你加钱什么的，不会的。抽到就能打，无论多少钱抽的，不会因为你花的钱少抽中就要你加钱或者再送别的礼物，不会的，抽中就打。我这里百团加四个红月，铭文只有我给大家看，现在虎牙已经没有看出装铭文的小程序了，被虎牙给取消了，很难受。这把皮肤是废球凡啊，废球凡的新传说，火轮杀，交闪现，续一下我们的大招，然后找蓝灵玩。咦，蓝灵玩没在，大胆，听我的，往前走，吃不着，只要靠着墙走是不会吃第二下塔攻击的。因为蓝灵丸刚刚在蓝区，你如果往那走很危险，反正靠着墙走是不会吃第二下塔攻击的，所以一下塔攻击是打不死我们的。永生不过是场幻梦，唯吾所爱人行。风风就能打，这么喜欢贴着兵线脸刷是吗？哦，不够。开始撤退。真的好喜欢 A 兵线，我就喜欢这种没位移的，哦，他还算有位移，我就喜欢这种的 A 兵线，把式贴脸 A 兵太容易抓了，所以是那种远距离的法师，不然这一抓一个准。啊，这个闪现可以，这个闪现我有点没看懂，还不如不闪。再找干将，干将没闪，这把干将就是破口。七不七宵夜，不七。蓝灵丸不可能杀我的，我肯定杀诸葛亮的，只要不跟诸葛亮在一起就行。你没发现我的冷却贼快，兄弟们？你没发现我六级的时候一技能就只有4点多秒？哎，把我控住了，我没有办法交惩戒。我六级一技能就能5秒钟左右，4.9秒好像是，六级的时候。发起进攻，王哥大哭，我要下去。
发起进攻，请求集合。我要报仇，就睡到了傍晚，明白了，中午吃早餐。是，没事。把一交了，还要再卡下来。我就知道你要往前走，等着你呢。开小龙，拿去帮我看一眼。东西一会儿做个爆裂就会了。开始撤退。啊！堂哥当夫，卫兵仗剑是天下。开始撤退。跑不掉。你要替干将死，我也没啥意见。我这人很慷慨的，杀谁都一样。闪了，我靠！我看装备了。都在做漏装。都在做漏装。大哥，堂哥当夫，诡计仗剑是天下。主宰暴君获得强化，发起进攻。我满血的时候，我们家蔡文姬把大刀治疗全交了，什么鬼？真做不闲了，还是聪明的。你看，有些人他就算被抓爆了，他也是照样做护士装，他不会去做漏的。这干将被抓爆了，还知道改变出装，挺屌的，挺屌的。